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是否希望将自己的产品广告放在全球访问量最高的搜寻 Google 首页，自然排位展示出来？在这个视频，我们教大家怎样在零成本的情况之下达至这个目标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的海量数据。所谓海量 ，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时，我们要3天不眠不休才可以将它睇晒。Google 搜索有200几万，域名增加70个，网站增加570。邮件服务器发出2亿封邮件，我哋点样就可以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两大搜寻平台，让你嘅产品喺众多竞争对手下遥遥领先，让你嘅产品喺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。我哋示范一个关键词俾大家 ：iPhone 5、iPhone 6。喺呢个关键词带嚟个海量数据系1亿4200万，系1亿4200万，排第一、第二嘅。是我们今年为客户而做的朋友，到现在5月依然存在。我们今天讲的 Media Marketing 的优势在于从第三方评级的外面带上来，让你的排位的权重大大增加。我们再回到 Google Video 的议题，情况好不一样，多了很多竞价广告，但是左边的自然排位被我们霸占了。我们回到两个议题，情况没变，竞价广告多了，又左边的自然排位一样是给我们霸占，现在这是第三页，第四页情况一样，竞价广告多了，第四页、第五页都是一样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讲的 Video Marketing 的优势在于它的外链很稳固，因为它是从全球第三大的平台 YouTube 这边带过来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在这个产品的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知名度大大增加。 Video Marketing 的优势在于它是全方位配合语音导航，将你的产品的功能的优势一一展示，让你很远的客户在很近的距离就可以体验到你的产品优势。我们今天讲的 Video Marketing， 它是从第三方带来的外链，第三方带来的外链是无限的，你本身网站带来的连接是有限的，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Video Marketing 确确实实你花的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可以在互联网里面找到分出来。大家要可以透过社区网络继续去分享你的外链，让众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可以分享。在接下来的5月20日，我们在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研讨会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，由零成本做全球市场推广，重新出发，时间是下午3点至5点。如果大家对这个研讨会有兴趣，大家不妨点击这个链接下载报名参加。同时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全球化的免费视频平台，所谓全球化，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视频平台。我们保证我们承诺，在大家的广告播出之前绝不加插广告的干扰，让观众透过智能手机就可以直接观赏你的视频这个广告。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任何咨询疑问的，大家即管同我们联系一下。多谢大家。